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两房，这是河景哦。我们在 facing east， 里面是一个小学的屋顶，特别宽敞，这客厅超级大，感觉很舒服。这是一个厨房，可以从客厅这边走一个 entry 进去。好，客厅就很大。好，这边是进来的地方。我先去看一下主卧，主卧也是能看到河的。主卧里面的洗手间，两个 closet space。然后这是外面的一个厕所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次卧，次卧也是房的 river， 这环境很好，因为对着小区。两个 classy 在次卧，外面有一个鞋柜。就客厅很大，打完隔断还有很多空间。